哦，拍死！哎，小东，啊，吴博义，迄不是恁小东？啊，迄不是你博义？啊，你人完了无啊？无啦，阿丽嘞？无代志啦。哦，哎，阿恁两个啊，今日拢无咧看咯，来弄做伙啊？哎，啊，这敢会是天公伯爱安排？ 我搁管天公伯什么代志啊？哎，啊你是要咧看电影哦？人要来对，咱女主角若是要谈恋爱的时阵吼，就会开始无小心去弄到，啊无吼，就是饮料的车都伫对方的身躯顶，啊拢是安尼安尼啊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讲要甲阮小东甲恁博弈，煞做一对哦？啊，小东即马也无对象，啊博弈即马嘛无女朋友。 哎，你无感觉伊两个哦，足适配，咱甲送做一对变一对，安尼哦，同时脱单嘛是袂歹啊。有影呢，啊一个警察，一个律师，啊一个专门掠歹人，一个专门替歹人辩护。哎呦，啊你好人的钱，歹人的钱，拢会使赚赚呢。妈，阿姨，拜托一下，即马拢什么时代啊？恁讲生好友联姻哦，卖讲生笑啊啦。 我甲吴博义就细汉生到大汉，伊都参像我个哥哥共款啊，我两个根本无可能。这我赞成，啊而且哦，小东的个性真尔免着，而且卡袂着，着安尼去卡动手哦，我想我这种死皮嫩肉啊，我真正袂堪食。啊不过，小阮啊，也是多谢你的建议啦，先免啊。啊，恁两个真正是吼，啊好啦。 即卖少年人哦，拢有家己的想法，无要听大人的话。既然安尼，我嘛无要勉强。好啦好啦，你两个若互相无感觉，就算啦。啊，博弈啊，你介意什么款的查某囡仔，什么款的个性，什么款的条件，甲阿姨讲，阿姨然后拄着吼，介绍予你。嗯、其实咧，这部分我马上了解。我想要找的种女神哦，都、就是。 我即马的头家，嗯嗯，既美丽又冷漠，我当作是天使与恶魔的综合体。什么女神啊？伊根本就是吼女神经病啊！啊，一天到晚把你当作细汉安尼画来画去，害你吼早早出门，晚晚入门，这种查埔囡仔你会介意？哦，我真正吼是生到一个被虐的贷款。 啊，小东啊，啊你，你介意是甚物款？是霸道总裁，还是帅气型男？哈，当然嘛是霸，霸那一型的。啊，恁爸爸变大个咱娃，这款你嘛 OK？OK 啊，伊官，佮缘投，事业有成，而且知恩图报。 虽然有时阵啊讲话吼，真正足机车的，啊，不过其实对身躯边的人嘛是足照顾的，嘛有脆弱的一面，这种吼就是我介意的。邓姐，我哪会去想到罗彦斌？邓姐，你讲的无一项甲恁爸爸共款啊？你是不是咧讲迄罗？啊，不是，我绝对不是咧讲罗彦斌，绝对不是。罗彦斌。 哎，敢毋是迄罗阳建设当署长？吼吼吼，小东啊，你会敢讲互真正足好个呢？伊一看就是迄极品型男，霸气、有钱、温柔，佮体贴个总裁啦。毋是啦，我真正毋是咧讲伊啦。啊，煞煞去啊！我就忝个，我要先倒去休困。哎，小东啊，小东啊，小……哎，啊，恁查某囝嘛足古锥个。 啊，拄啊，明明你讲的，就是迄罗彦斌啊。诶，是讲小东哪会讲到伊啊？啊，就进前吼，罗彦斌小妹罗新阳叫阮小东去做伊的保镖啦。啊，所以伊甲罗彦斌有交叉，应该是时阵有发生什么代志吧？哦，是毋是有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是毋知啦。啊，毋过吼，照我即个未来律师的第六感，我感觉。 小东也情窦初开啊，即卖伊心肝内哦，已经有喜欢的人啊。
啊，那位小东哦，总算变正常啊啦，开始跟一般的查某囡仔同款，要谈恋爱啊啦。不不不不，伊唔呐变正常，伊小东的个性很黏阿莎莉，我算一个。哦，你最近都要做阿妈啦！你大哥，快讲，收紧啦，收紧。喂，大家好，我是酷酷啊，我是阿忠啊，我是龙兄虎弟。我兄弟哦，今仔日不是要来卖物件，我喏是要邀请哦，大家跟我做伙来迎接一件非常重要代志。马头规章好好。大家是不是真久拢无食到春梅水饺啊？今日就是要完美复刻，重现江湖啦！哇！来！哇！为了要食一盘水饺，吼枵几工啊啦！嘿啊！吼、哦，各位朋友啊，你甲看，虽然是普通的水饺，啊，不过哦，对阮市场来讲哦，是非常大的意义哦。今嘛哦，邀请大家来看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开动！嘿嘿嘿。哦！你唔着哪只哪讲你感想？大家唔才会知影，这水饺丸尔好食。哎呦，阿姐，你遐真好，敢若唔是讲盖稳定呢？啊！信号无稳定，无，咱是下播，连刚才开啦，好，来下播下播。好，拜见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敢是我包的水饺无好食？无啦，嘛唔是讲无好食啦，就是讲吼，甲我记忆中的滋味，小可无同款啦。一般啦，那水饺也是袂歹啦吼，啊，不过。也够一点点啊哦，进步的空间呐。对啦，你要稍改进一下哦，应该愈来愈好啦。哎呀，我能专讲哦，那什么完美妇科都用最高标准来看。哎，对啦阿姨，啊你都无讲到底是好食是无好食，无好食最批评不要紧啦。我是认为吼，用鼓励代替批评安尼较好啦。啊，恁大家。话拢莫讲好清楚，我想要改进啊。这是你讲的哦。是啊，我先讲。一凡啊，啊这水饺皮奈烂糊糊哈。也够哦，你阿吼甲你母阿做哦是差不多啦。啊，我你买的是水饺呢，唔是这肉丸甲水饺皮呢，上无这两项，你爱个。甲做伙啊！啊，搁有啦，这比阮以前用家己做出来冷冻水饺，啊，搁较不如啦。因为迄时阵家己做出来至少肥大粒，啊，袂像即卖呢大细粒差遮多。哦，迄当然哦，迄台机器是开偌济钱买的呢？伫迄当年嘛算讲是高科技产物了。想不到我无闲规包。竟然不如一台机器做好吃。是讲易凡啊，啊你唔是常常甲你妈妈包水饺，啊哪会你家己包差者啊？迄是因为哦，较早遐料拢想嘛准备好个啊，啊是讲嘛奇怪呢，我看妈咧包就真简单啊，我乃做袂出来啊。易凡啊，阿麦对家己失望啦，做任何代志拢需要时间啊。啊！你嘛包水饺是包几啊十档嘞，哪有可能随包就随包一模一样？嘿啦，易凡，你只要有心吼，一定会成功啦。哎，大家好，阿姨、阿姐，你好。罗小姐，哎，罗小姐啊，啊，最近哪会定来阮这市场啊？哦，啊，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搬来这附近啦。啊，我若有去找伊哦，就顺便来市场遮行行看看嘞。哦，你今日来跟想啥代志啊？哦，我有买一块点心，想讲要来请大家吃啦。哎，啊，不过看恁即马在食水饺，啊，无这新冰起来吼。啊，不，点心，点心配水饺上好啦，上下味的哦。哎呦，
啊，恁大家水饺放咧，无爱食，敢那过一个点心啊？安尼我笑无面子咧。无啦，为了吼要食你这盘水饺哦，也费工啊咧哦。哦，今仔日的水饺是你包的哦？是啦，对啦，阮一凡哦做心的啦，想要做出哦甲出门同款滋味的水饺啦。我希望伊妈妈哦，会当用另外一个方式继续陪伴在阮的身躯边啦。那呢，我看你当嘛试吃看嘛。这水饺吼已经练起无好食，我呢啦。当我开始正式你卖的时阵，我再请你吃啦。好啦好啦，一言为定哦。啊，一言为定。